包成这样子，你们还笑？哎，你们看，我们两个失得很惨吧？活该！谁叫你们要装鬼吓我们啊？不装鬼的话，你们会签吗？这样根本就不算，根本就是诈骗集团。对，来，我才不管，骗就骗，签了就签了。我们是在做梦吗？哦，应该不是吧。哎，我们真的要认真进那间餐厅吗？我的 uncle， 你的 auntie， 他们诡计多端，我们怎么逃啊？现在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将计就计。今天有十个来应征，第一位孙大鹏，请进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位先生，我们是应征厨师，不是捧工。我是厨师呢，我。冒昧的请问一下，您之前是在哪里当厨师啊？坐牢的时候。什么问题？你们到底？没问题，请吃饭。是来应征魔术师的吗？我是魔幻术师。花椰菜耶，请看，你会读心术。干了，我都熟了。我怎么知道嘛？是他找的。我？是吗？对，但好厨师真的很难找哎。所以我们才要来这里呀。阿光弟，那边好像有一摊还不错哎，我们过去看看好不好？在前面那边，那边走啊走啊。哪一摊呐？那一摊，很多摊呢。对，小姐，请问你们卖的是？哦，我们卖的是中日韩英美丽法德泰马新多国料理。嗯，那么是武汉不够啊？什么中日韩英美丽？还有什么？法德泰马新，一共11国料理。不用问那么多了，没有一样专精嘛。真的。多元化料理，国外很流行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在韩国很流行啊，满洲。来，这是我们的海鲜汤，你试试。谢谢。您的
什么脸？哎，那什么脸啊？哦，超好喝的，马西索哟。这位小姐，我们非常欣赏你们的料理，请问你们可以跟我们合作吗？真的吗？那你等一下，我去叫我姐过来。姐。你好，我是魏儿。你好，我是艾伟。Hello， 我是 Samantha。我们的餐厅想找你合作。合作？让我当这家餐厅的厨师，我真的真的很想要亲自料理里面每一道菜。太好了，这样我们可以每天见面了。哎，先签合约再说。为什么薪水这么低啊？哦。package， 人工是少，但股份是大，而且包吃哦。包住也行，我想要包按摩也行。既然你们这么客气，那我就吃了。怎么那么早起来、啊？因为我们闻到很香的味道啊！我们也是。这是我妈以前最常煮的炸锦鲜鱼粥哎！哇，我昨天晚上看了你妈妈的食谱很多遍，这应该是她最喜欢的粥。小时候每天都吃这个哎，这个鱼是我今天一早去市场买的，试试看味道像不像。看起来真的很像阿星煮的，很香。哦，实在是太好吃了，这味道让我好想哭哦。假的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跟你昨天弄的海鲜汤水准差这么多啊？我昨天没有做海鲜汤啊，那是我妹妹弄来玩的啦。对啊，那是我趁我姐姐不在弄来玩的。